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。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。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公案开授顶礼。各位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王禅老祖入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。王禅老祖甲弘元禅师天人合一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，共成三宝，弘法利生，利人利天为宗旨，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，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，指引着明灯，解除烦恼，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。咱今日节目中再出来邀请到咱中港道场圆普法师来跟咱做分享，咱来欢迎圆普法师。法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圆法师，咱啊像即马吼要投资啦、事业啊吼，安尼小可投资咧，都是拢足大个金额啦吼。啊，是毋是有讲安尼有人安尼信众啊来问讲啊，我要来投资啦，我个事业要做啥啦吼？啊，较特殊个案件会用来甲大家做分享个。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吼。咱伫即个老祖所传个妙法吼，伊通好个咱。为心信教所传是易经、风水、甲宗教，吼，咱足侪物件，吼，除了看会到即个易经、吼风水了后，爱宗教，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宗教信仰，同重要，就是拢有一个孝道，吼，这孝道以后，则是你的根，则是你的本，吼，我伫遮咧有迄个即站，吼，我遮咧分享着，因为即个。这个这信众吼，伊来问各落界，拢问事业吼，拢照咱老祖甲指示的吼，照常安尼行吼，是拢真平顺吼，所以即卖咧吼，愈古早是去偷天的吼，即卖伊有在想要迄个有在机缘，伊有法度要来去大同公务吼，大同公务咧吼，因为伊这即块一箱伊共买着即个小碗。总共有四匹地吼，加加开买到350-350呢，350几坪左右吼，爱咧考虑吼，考虑讲到底伊是要家己来开发吼，干咧即块地吼80-90坪即来开发，还是今仔即三地拢甲买起开发吼？伊这金额差足侪吼，咱即马所谓即个建物、即个建地买了内底拢。过了10万起跳，过10万起跳，所以讲要甲买吼，伊就是爱个传算亿个资本落去甲买土地尔，起阁无算，所以伊嘛足考虑个到底是变哪做，吼、所以就来卜卦，我卜卦了后吼，咱就以咱老祖所指示个卦象甲讲，吼、我你即个要起即个兄弟当，吼、但是发出财。可能所在上课拢有甲咱开示过，兄弟当化财，你是爱甲人公家相分福气，吼，你袂使家己独自落做，吼，安尼你惊会后壁风险较悬，吼，较悬，吼，所以伊是讲，安尼嘛是有影啦，伊三匹土地，若莫甲
买断，伊招来入股，吼来起，伊手来，我讲你安尼较保险，吼你若安尼落去，你即款是不能赚，你手来淌无，你还佫存要一亿个资金，通来稳赚，你后壁风险会继续低嘞，吼你嘛继续低嘞，啊本来咱大家就是爱，吼爱互利嘛，吼阮老祖传的话就是利他嘛，吼你袂使规个拢要共压咧赚，吼这嘛是袂用的。吼、哦，你家增加风险，吼、哦，咱一看甲咱有缘的，咱就是爱分伊赚，啊，咱袂使甲迄个占咧赚，吼、哦。所以伊问了，感觉听听，嗯，这老祖这个方法真好，吼、哦，真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因两阿母一件代志咧起起出出啊，一件代志咧摆不平啊，啊，起出出讲讲来，啊，伊再个两个迄边啊讲讲啊，再个话来。吼、哦，我则讲，我啊，出现啥物代志安尼，那安尼吼，伊讲无啦，啊，着啥物代志，啥物代志啦，吼、哦，侬啊，即、這个哦，我嘛毋知啊，吼、哦，你讲个所在我拢知，吼、哦，伊个伊去个所在我知，吼、哦，伊嘛是足有孝心个吼、哦，要甲因爸爸还金，找一个好个所在，吼、哦，互伊踮遐甲路撞安尼，吼、哦，伊甲我讲几落点。哦，我啊有啊，你讲的这点我捌去过啊，你所在拢袂歹啊，地理嘛袂歹，吼、哦，迄种捌看过吼，拢伫咱迄个草屯甲中楼一口伊个食，哦，对，你讲迄所在我捌看过，我知影，那地点都不错，哦，拢袂歹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甲你博博看卖咧，吼、哦，博博看卖咧，吼、哦，我博开，吼、哦，伊有人甲报嘛，哦，然后地理师甲报，吼、哦，伊个算。另外先生因那边甲报的，哦，我个拨开，我讲照卦上起来，三卦拨开，敢唔对呢？你这敢那有问题呢？有问题哦，我这是问题哦，这问题哦，唔是地无好哦，是你本身家己有问题哦，吼，家己有问题，因为三个卦拨开拢关贵当，哦，啊关贵当就无适合还金，哦关贵。关几档的问题，我无少反击。我到底啥物问题？哦，我就甲问啊，问讲你啥物事？啊，恁迄个阿爸迄问，问我是做啥物向的？哦，做什么向？哦，做什么向？哦，安尼做啥物向的？吼、哦，啊就甲讲。啊了后，啊又甲讲一个吼，讲一个，我读个聊一聊的，足大个问题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俗话讲的吼、哦，咱做空气。吼、哦，咱咧做这个法，咱拢爱有德，要有德，吼、哦，袂使失德的，哦，不可以失德。哦，我感觉讲，这个嘛讲，这个嘛无法度，甲你安怎自评啦。我吼、哦、做这个公司的人，拢爱有德啦，不可以失德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就是安尼。那我那时候我们讲，啊咧，伊就甲我讲吼，啊就。伊阿讲，伊爸爸当时过氧气，吼，过氧气，吼，啊，伊旧年，吼，旧年伊去找到迄个罗总，吼，罗总，啊，甲伊即马请这些是不同门派的，看法就无同，讲伊安尼希望望啊袂杀的，哦，袂杀的，吼，啊，袂杀的，吼。啊，袂使讲着爱安怎处理，吼、哦，用不如法方式甲处理啦。我迄个袂用个哈，吼、哦，一般我们土葬的，吼、哦，那有固定个时间嘛，吼、哦，你十年，吼、哦，十岁就准一年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他的爸爸八十几岁过亡，我你咧同照，吼、哦，爱十年才会扣个呀，至少十年才会扣，啊，你个旧年就较重。吼、哦，但我这袂用个，袂安呐。而且我当然，你旧年嘛了真侪钱呀、啊。哦，我那个地不错啊，哦，那个适应都很好啊。哦，用过来生势阁旺盛。我旧年当迄、那个你有了一条，就点点无较爱用。哦，我是袂使安尼做个。哦，你甲先甲动，我袂使俩。那个我啊，迄条要不花嘞，要不烂，你是。你硬那硬动安尼啦，我那个，伊十年才扣七年着，嘿啊丢啊丢啊，啊着有啊，啊着伊着讲啊着烧酒茶米啊，伊啊，啊到今年着扣，
我无共款啦，老祖出卦出来，袂用的是袂用的啦。哦，你参考看嘛，你甲你先生参详看嘛咧。吼、哦，伊个王阿正坐南，哦，坐南今年犯三煞，啊，你搁土葬诶。伊讲，迄先生讲，啊，旧年有晓过，今年就无要紧。我袂使就袂使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家己考虑看卖咧。哦，伊这当了，这是真大条，这官贵当了吼、哦，这真正会出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家己好啊，当详细考虑看卖咧。吼、哦，这真正吼、哦，所以有阵时啊，咱做这俗话咧讲诶，咱做这工课，咱是咧祝福，咱祝福，吼、哦，咱祝福，莫损德。吼、哦，无空去惊人做，哦，你安尼去做一寡不如法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该做的空去，哦，这种足重要，一定爱做空去，咱爱有德。虽然伊袂讲话啦，哦，所以伊袂讲话，但是天有天理啦，哦，是，所以这个土葬的部分，咱要扣金嘛，吼、哦，这部分嘛，拢爱做注意的啦，是。嗯、要请教法师讲，啊，这个是因为是事业来甲你问几下解了后的。嗯个有这个祖坟的问题啦，吼、嗯，是。那么要有学员讲啊，事业上啊，要做什么工课，什么工课，安尼来给你请教。啊，有较特殊的案例无？啊，好哈。那你咧，头我讲吼，咱这个吼，所以咱占卦，吼，咱要卜卦，吼，咱凭着咱老祖所传的妙法，咱家己嘛是爱学好，咱才有法度放信任，人一寡这较唔敢做的工课，才给你。哦，像这代是，因本来就是可能，哦，伊这個思想，伊就歹势问，吼、哦，无爱问。但是因师姐感觉这是一个大问题，真正较敏感，真正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咱国学有好，吼、哦，咱才有法度替人服务，咱才有法度替人消灾化劫。吼、哦，这是安尼吼。啊，过来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老祖，这个易经也妙法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吼、哦、无所不包啦。哦，咱讲讲咧，包天、包地、包山、包海啦，吼、哦，只要你若有认真咯学，伊拢会甲咱指导，吼、哦，同好是你家己来读，我、哦、你家己来读，哦，你所占的卦对你才有进步，哦，你才有足好的印象，你才有学物件，哦，所以咱学到时阵吼，我那迄个咱中港就是迄边的政治班的。学员啊，我则鼓励因爱家己八卦。你看无袂要紧，你一概看无袂要紧，你无永远看无。哦，所以我则鼓励你家己八咧，唔是老师平段歹甲恁八。哦，为着要互恁精进。哦，啊，因若为了真正无得八，伊讲啊，歹啦，我都无想好袂要紧。哦，我会甲恁带，我甲恁八咧，互恁有信心。哦，互恁有信心，啊了，恁渐渐了爱这個方式，落八，哦，落八。哦，我哋看国外简单，看提三当钱啊！哦，菜落，哦，还是用签单，哦，拢足好诶，即种足好用诶物件，哦，即恁拢随身拢有，哦，即、這个布恁无甲囥喺厝诶用，拢爱学了才会晓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，真正是咱老早是足自闭诶啦，哦，咱师傅嘛足自闭诶，一串诶法，逐项拢用会着，拢用会着，吼、哦，啊，顶个，哦，顶个。就是咱的学员啦，我们的学员，吼、哦，那学员啦，吼，啊，因为吼，因公司迄个算营业扩大，然后扩大营业，啊，进新的机械，吼、哦，进新的机械，吼、哦，爱讲听讲迄台机械，吼、哦，较吵，吼、哦，较吵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讲伊是资深员工，先派去学去食，吼、哦，派去学去食，吼、哦，结果播啊。我讲不要紧啊，那就占两个卦嘛，吼、哦。你讲吼、哦，你就继续吼、哦，啊，就顾你只旧的车台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去顾新的车台，吉祥如何？吼、哦，你家己占卦嘛，啊，占这么咱当场现来改，吼、哦，你叫印象，你叫印象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就挂了，就起起来，吼、哦，挂好啊，我来看，来看看。嗯，不要紧啦，哈，不要紧啦，吼、哦，你。不要紧哦，这个新的车台你买吼，大家拢有分啦，大家拢有分哦，就是安咯吼，因为啥呢？因为公司嘛知啦，吼、哦，这贵个硬拢叫人做，人嘛不爱做，我们公司可能会调配啦，吼、
哦，调调配吼，因兄弟党，哦兄兄弟党换兄弟，哦兄弟人兄换兄弟讲吼，啊，大家就是爱轮流去顾这只新的车台啦。哦，这新的车台变无可能会固定人顾啦。哦，恁只恁的同事的每一个人去轮啦。哦，大家去轮流顾这只车台，哦，这机械，哦，安尼大家较袂只无人要顾。哦，所以你放心啦。哦，只去慢慢学吼，啊！你旧的只只只顾好就好啊，吼、哦，会甲旧的同款。哦，恁就是啊，恁公司摆一只诶轮流表，哦，轮流表。哦，啊！你当时要去顾一台一台，因的事先安尼照轮班去顾。哦，啊！你就放心啊嘛，哦，咱较袂烦恼。哦，烦恼公司讲叫咱去顾迄只顾条条，咱毋是时间，咱去用吵架岸边叫伊讲免烦恼。吼、哦，人老早就甲你安排。哦，啊你去，哦，咱就该学就爱学，该学就吼。啊，但是伊老早会甲你讲哦，你只旧的车台吼，哦，虽然真好顾，但是阁有小缺点，嗯，哦，所以咱老早时阵吼，嘿，唔知都是调倒的人哦，虽然两千多年啊，嘿，即马现代机械伊嘛知，哦，咱老早遮厉害安尼，哦，我只咧顾，你有一个问题，你爱甲到注意，哦，要注意吼。你伊个是印刷机啊，我这印刷机啊红色个袂准，伊讲对啊，哎呀，即只吼，迄红个出歹调个，红色个，吼、哦、印刷开拢开走色去，我咱老早就厉害，我讲你这看开了，你这红色个可能吼、哦，伊可能哦红色个，哦可能是伊迄个喷嘴所在，可能做了原来做了就啊有。有瑕疵无改好，但是迄无法度，但是你着爱靠你个电脑落去调，哦，红色落调，然后你后天了落控制，因换迄个无好，可能太换迄款，哦。所以用易经嘛会知影讲，咱这个机械吼，伊个问题会出伫倒啦。要来请教法师啊。如果咱到老要新的机械啦吼，要安怎什么方法，让这台机械会当安尼营运啊，伊咧运作的时较顺利，有啥物妙法无？哦，咱事啊开始的吼，伊咱这个机械吼，咱的机械，哦，咱按机械嘛属于咱叫做迄个求财嘛求财，哦，同款吼，咱嘛是爱同款看你啦，看咱看你啦吼。啊，咱装机械，咱就无论坐山，无论看你只机械要安尼倒一远，跟哪一个方，吼、哦，看倒一远，吼、哦，看你东西南北安尼倒一远，吼、哦，安尼卖去冲到迄远的所在，吼、哦，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你的主事者，吼、哦，主事者不要冲到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可能跟你讲讲说闪啦，主要恁的重要主事者就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个伸手去学开。哦，过来，迄个所在，你爱心去甲打扫清气，哦，啊，特别水尾水甲净净嘞，哦，净净的，吼，啊，过来，再咱捡一下咱迄个，咱当工算的好日啦，哦，咱当工算的好日啦，吼，啊，再好这个机械礼拜，哦，这机械礼拜再来安，哦，安好机的，哦，安好机的，吼，咱就是咱甲咧立厝共款，哦，咱传红衣，吼，咱来拜地基主。拜只地基主吼，祈求吼，咱个车台礼拜吼，咱个平安顺利成善吼，啊，拢安尼吼，拢迄个无虾米问题安尼。是，佮请教法师吼，你讲咱个新机械礼拜上好，咱就是来拜地基主啦吼。那拜这个地基主是伫机台头前遮，啊是同款像咱讲个，啊咱就有讲个，伫个门口拜倒礼拜，公司个门口。拜倒去话，还是伫机台的附近遮咧。那迄个我咧做吼，我是伫摆迄个车台面顶，诶，咱迄只机械找一平台的所在，吼，啊，咱就甲放三碗红衣，啊，你要搁加一寡别项物件也可以，从基本的三碗红衣，吼，这咱是咱迄个咱立厝爱红衣嘛，爱红衣，吼，啊，红衣拜地基主安尼，吼，拜伊咱。咱遐新的遐拢有拜过嘛，咱主要是拜一个所在安尼，吼，啊嘛使甲咱咧兜个迄个福德进行共款，吼，你嘛使搁传红衣，甲咱福德进行不过者，啊，咱着进行机械，吼，
啊，这红衣吼，啊，从这啊吼喜气一个，吼，啊，一挂金财宝强啦，或者进行感到看顾一个，吼，这拢足好用的妙法吼。是是是，讲到拜这个福德进行嘛，咱的工厂吼，公司工厂大部分足侪拢有按这个福德进行啦。那么咱是逐天早暗来拜，啊，要安怎拜？啊，是讲初一、十五、初二、十六，款物件、款奖品来拜拜较好。哦，咱吼照正常吼，咱咧拜拜吼，咱初一、十五吼，咱伫民间吼，咱是初一、十五想拜天头，吼拜天头的神佛。哦，咱初二、十六则是拜福德正神，吼拜福德正神安尼吼。啊，咱普通时咧，咱同款，甲咱同款，咱早暗爱烧香换敬茶。哦，先换敬茶，吼、哦，过来吼、哦，咱那个咱福德正神真经内底，有一个咱福德正神机，吼、哦，信息神佛在天台，大发慈悲降下来，降定一心虔拜请，祈求祝福以消灾，吼、哦，咱是咱甲福德正神诶个电话密码，吼、哦，咱会记逐工烧香，咱是安尼个福德正神，吼、哦，甲伊迄个请安，哦，请伊加临，哦，甲咱。哦，然后呢，伊个救灾，佮减少灾，安尼。是是，那么奖品应该是传啥物较好啦吼？啊，佮有金银彩票要传啥物较好嘞？哦，啊，即嘛吼，咱奖品，吼、哦，咱奖品吼，咱古早吼，咱书啊咧开始吼，啊，或者是银行爱食麻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第一是拢迄个省内啦，但即嘛咱社会渐渐有进步，吼、哦，我较倾向是建议大吼。咱拜好正神，吼、哦，咱拜咱家己，咱喜欢食物件，咱欢喜心食物件，这效果同好，吼、哦。啊，咱金纸银纸嘛，吼、哦，看恁兜若好烧，吼、哦，咱就会使咧，吼、哦，照咱的量，吼、哦，同无咱咧拜好正神，同无咱受金，对无大福金，吼、哦，大四方，吼、哦，这三种金纸是根本的金纸，吼、哦，啊，数量看恁兜方便。哦，啊，若无，咱会使酌量，哦，酌量才对，有心较重要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哦，你若感觉讲，哦，咱倒无方便化金纸的时阵，咱会使利用咱伫迄个脑做发挥，哦，还是咱在救救发挥，哦，咱甲设定位，哦，啊来请伊来检遐，哦，咱甲供养，咱再加化一寡好伊，哦，这嘛是一种迄个供养的方式，哦，主要你有心，因就得得到，哦，啊，袂介在讲你。奖的奖品做啊少，吼、哦，还是你金纸做啊少，主要爱你有心，比啥较重要。是是，安尼福德正神啊吼，一般啦，若像咱讲安伫工厂，啊爱注意啥物无？伫啥物所在较好咧？公司工厂啥物所在较好？咱福德正神咧，安尼为咱师父开始吼，甲咱徛家共款办公室爱隆重。吼、哦，爱隆重，咱啊无按他们好进行哦，咱规工程拢浮动，吼、哦，安尼咱这个吼，咱过工程较辛苦，爱按隆重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一定爱接到水神，吼、哦，袂使讲吼，你为着求隆重，继续按着顺水流，吼、哦，这咱嘛是也较辛苦，吼、哦，所以尽量咱的工程吼，爱、哦、做甲吼、哦，我都接到水神，啊，无都下着隆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物件。哦，所以这个门的两点要件，哦，安尼咱只有法度或者福德正神发挥伊的力，啊，你莫按伫个工程内底安尼，哦，师傅不开始过，啊，八公啊，就伫门下口，哎，行无个，伫通内底就行无门下口，你就下班去啊，吼，啊，福德正神去用车转来，行几步行袂转，甲伊的步骤，吼，咱心里嘛安淡，较向阳、较纳气的所在。是是是，那么法师吼、哦，甲咱分享遮济啊吼，啊，咱嘛听讲讲做法事充满的啦。要请教法师吼、哦，最近当时有开课，啊，搁你开课的地点拢伫倒位，来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我最近吼、哦、有伫咱中港道场要开初级八班的课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的课咧伫吼礼拜日，吼、哦，每一个礼拜日暗时七点到十点开伫中港道场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的电话是吼。哦控诉啊，2639-3768，哦，啊，这个电话你会使敲来遐报名，哦，啊，利用暗时的时间，哦，来遐进修，来接咱老祖的妙法，
哦，大家使家家户户，各行事业拢平安。是是，足欢迎的哦。大家吼，伫住伫咱龙脊附近啦，不管你是沙乐啦吼，啊清水啦吼，啊大都啦这方面，拢会使来中港道场来遮接法，接龙脊的名法，互咱合家拢会当平安。今日足感谢啊法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，谢谢哦吼。王禅妙地修万法，老祖慈悲度群贤，王禅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，已经普传伫世间。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，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，王禅老祖八卦祖师，亦道真主，共我携手顶礼。足感谢圆普法师，你跟阮做遮好的分享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福大家家庭圆满，一条心，无量寿，妙智性，王禅老祖。Thank you.